你是顾海棠吗？哎，嗯，你呀，姐，这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，找咱家帮忙那个人，姓韩。哦，这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不是我催你们，但这件事确实是事不宜迟啊。我们答应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我们不要钱。啊，这不合适吧？姐，这不合适吧？这人家心里会过意不去啊。对，就这一个条件。好。 我答应，走吧。 海棠，这街上可真热闹啊！改天也带我出来逛逛吧，咱们也下次馆子，吃吃当地的美食。好啊，娘，到时候带您出来吃个遍。<笑>那哪吃得过来呀？咱们一家人已经很久没在一起，开开心心的逛逛了。娘，这都怪我，每天都把你放在家里面，也没有好好的陪你出来玩一下。 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事多，娘啊，今天特别高兴，就啰嗦了几句。等你爹回来就好了，你就不用操劳了。以后你们要用车的话，尽管开口吧，我对昆阳还是比较熟的。哎呦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！没关系，你们帮我这么大一个忙，我也是举手之劳嘛。 青青，你怎么总跟夏荷在一块玩呢？怎么了？这夏荷他们一家是跟死人打交道的，你不知道啊？就是啊，你们听谁说的？离开夏荷身上，总带着一股阴气嘛。每次从他身边路过，都感觉凉丝丝的。哎，咱们还有同学看到啊，这夏荷晚上放学的时候，蹲在河边啃死鸡吃，他满脸都是血。说我吗？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嗯，真的，我还会飞呢，飞一个给你看看呗。别飞了，挺累的。他们为什么变你瞎话？谁知道呢？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整天在背后嚼舌根，心思不放在学习上，做我们这些没用的。别理他们，你是干大事的人。那是，我才不会被他们干扰呢。幼稚。阿叔，阿叔。 哎呀，干嘛？人给你请来了啊？这二位。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娘要帮谁画？帮我叔叔。你，娘，咱们走。哎哎哎，等等，二位，等等。啊。 二位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二叔的儿子去年就没有了。他一股火顶上来，就犯了重病。他这个人呢，害怕死，平时又爱好面子，他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，所以对他身后事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就想看看自己走后是个什么样子。这时间长了，就成了魔怔，每天胡思乱想的。所以我请二位来，去除他的心病。 我二叔就我这么一个亲戚，我父母死得早，是二叔把我拉扯长大的，我就想尽尽我的孝心，随了他的心愿，让他多活两天。可是，这世上没有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了。你们怎么能把这事当儿戏呢？恕难从命。哎，我就想随了老人的心愿呐。 在报纸上看到二位妙手仁心，所以我才隐瞒了实情，我给二位跪下了。哎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我就想尽尽我的孝心呐。海棠，难得他一片真心实意的，我看就帮帮他们吧。我求求你了。嗯。
老先生别害怕，只是看看效果。阿叔，这位婶子的手艺出神入化，在昆阳可是头一份啊，你就放100颗心吧。这个芙蓉膏用了，对皮肤特别好。哇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呀，还是头一回描眉画眼，值了。阿叔，你可真俊呐！下午我带您去戏园子学唱戏吧。好啊，谢谢，谢谢了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娘说，人生下来每一步都很关键，死是人生最后一步，但也有可能是开始的第一步。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，相反，我们应该用宽容的角度和眼光去看待它，而且我觉得，生和死，都一样神圣。那你怕死吗？怕死不是最关键的，关键是，很多人都没活明白就死了，那才是最悲哀的。白活。所以啊，我们要珍惜现在，好好活着，而且要活得有价值。在你临死前，你对死生无怨无悔，那就是成功。什么功名利禄啊，就像每天刮来刮去的大风一样，你根本都留不住。你是个哲学家。哲学？什么是哲学啊？哲学，哲学就是他。他是谁啊？你可以理解成我对你的敬仰，或者是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我们都一样，都是普通人。夸你两句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。喂，我帮你清醒清醒，不然你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。你看这个，看着就好吃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想起什么了。什么？你爹的秘诀，快快把它记下来。哎，好。哎呀，娘，你快说吧，我记着。三月春雪，四两灰，九月秋风，十日吹。哎呦，糟了糟了，我又记不起来了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我把你爹的心血全给忘光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算了，娘，您先别想了，刚刚您说的我都已经记下来了。记下来了？嗯。别动。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这么干是要遭报应的。爹，怎么说话呢你？我也算是帮你尽了孝了啊，给你办了一回后事。你这个不孝之子，早知当初我就不该生下你这个孽畜。你这个老东西，老不死的，你活这么长时间，活该你受罪。你不得好死。你在骂？骂 你这个孽畜。我是你儿子，你骂我就是骂你自己，老东西。哎呀，你可以确定吗？我看也八九不离十。您说他这芙蓉膏是他自己配制的，那这些残留物的成分就应该可以找出他的配方吧。这件事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。规矩我知道。事成之后
赏金十倍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想麻烦你帮我拿去化验一下，里头究竟是什么成分？阿文，哎，来坐着。我问你啊，你昨天把墨花送进家门了没？没有啊。你没见到龙大帅啊？我就给他送到门口。你这个笨蛋，都把人家送到家门口了，为什么不进去跟龙大帅打声招呼呢？啊，一点礼数都没有，什么事都让我手把手的教你是吧？爹，我下回给他送进屋，啊，我错了，爹。我看你跟龙墨花并不是你所说的这么单纯呢、啊。这丫头一遇到事儿就一定会来找你，她要是对你没兴趣的话，为什么总是护着你啊？我们是朋友啊。你要是总这么想的话，你们就永远只能是朋友，你就不能再往前走一步吗？难呐，爹，他心里只有月轩。你能不能让他心里头不要有月轩，让他心里头只有你，行吗？爹，这月轩、墨花都是我朋友，趁人之危不是大丈夫所为。再说了，爹，你也知道我什么样，墨花能看上我吗？跟我玩玩闹闹行，要想白头到老、长相厮守，那不可能啊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哎，老爷，你怎么回事啊？阿文呢？这个臭小子，我跟他好好商量事情，他就吃硬不吃软。老爷啊，你也真是的，阿文都已经是大孩子了，你每次为什么不能好好跟他说？行了，别给我唠里唠叨的。你们两个人吃的喝的，全都是我起早摸黑，一点一点拼出来的。要是没有我，施迪文不知道在哪儿要饭，哼！让娘看看，哎，这疼不疼啊？没事没事。孩子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爹问你句话啊，你要真嫁了朗月轩，你后不后悔？当然不会了，我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跟月轩能在一起。那好，我帮你把月轩搞到手，但我怎么办你不要过问。爹，你不会是想拿着枪逼着月轩跟我在一起吧？你可别给我丢人现眼啊。你爹我傻呀，只要你下了这个决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决心我是有，但我还是不放心，人家朗家是生意人，你是个当兵的，你可别拿你的手段对付人家，不然只能适得其反。闺女啊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为什么一直得不到朗月轩？就是因为你没有下狠心。要我说呢，自己喜欢一个人呢，就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求，这一点呢你不随我，你太善良了。不许去，我那么爱月轩，你可别去给我搅黄了。孩子，你这不随爹还不生生给人欺负了。闺女啊，爹心疼啊。施公子，请。老爷，施公子来看您了，请。龙伯父，龙伯父，龙伯父，吓我一跳！你怎么来了？
都是您爱吃的点心，我来看看您。我爱吃的？你怎么知道我爱吃什么呀？我听我爹说的。好玩了，那你爹又怎么知道我爱吃什么呀？我爹算的，算的吧。你还真幽默啊。爹，别逗人家了，赶紧把东西收下。哎，行，那就谢谢了啊，搁那儿吧。走到我房间去。慢着，孤男寡女的共处一室，成何体统？有事就这儿说啊，坐下。让你坐下。你干嘛呀？墨华，墨华，龙伯父说的对，男女授受不亲。你看人阿文多懂事儿。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跟你说那个。爹，你今天特别闲是吧？我陪客人呢。阿文，哎，我坐在这儿不碍事儿吧？不碍。你说吧。啊，其实我，伯父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回了啊。刚来嘛，再玩会儿啊。我不玩了，我着急。啊，那走好啊。啊。干嘛呀你？你搭理他干什么呀？人家是我的朋友，你，史蒂文，史蒂文。朋友？狗屁的朋友。史蒂芬，你别跟他计较啊。我怎么会计较呢？龙伯父是我的长辈，我今天贸然叨扰是我的不是。根本就不是。不知道他最近怎么了，前两天月轩来，他就跟审犯人一样，搞得我一点面子都没有，真是把我所有的朋友都给得罪了。我看呀，龙伯父不是针对哪个人，问题还是出在你身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的事儿我都不管，什么喝酒啊，找小情人啊，我连眼皮都不抬一下的。我猜呀，龙伯父是把所有跟你有关的男性都当成他的对立面，他也是在审视哪个男的才能真正的配得上你。他更怕的是万一哪天你真嫁出去了，他就失去你了。我可孝顺了，我对我爹好着呢。这不一样，你想啊，他就你这么一个亲人，你要真成家了，那就成别人家的人了。说的也对，我爹除了我真的就一无所有了，他连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，他的那些手下都全是些两面三刀，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。他有什么心事也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，我有什么忙都帮不上。和我爹也一样，在我们家吧，我总感觉我是那个多余的人。我爹一直希望我能成器，可我偏偏没有这个造化。在他眼里，我就是那滩扶不上墙的烂泥。你别这么说，你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他肯定是希望你好的。这个我知道，虽说我不是他们亲生的，但他们大部分时间对我跟亲生的也一样。哎，你这怎么了？没，你给我看一眼。没事，快给我看看。撞墙上了，给我看一眼啊！谁打你的？我给你报仇去。说呀。其实是我爹。啊，你爹啊？一开始吧，是我爹逼我追你。可后来我就真有点儿，昨天我跟我爹说我没本事，追不上你。他一听就打我了。史蒂文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你说我该怎么感谢你啊？谢我？谢什么呀？谢你无论何时何地
只要我心情不好，你随叫随到啊。哎，咱们是朋友啊。朋友也要有借有还的嘛。说吧，怎么感谢你？真心要谢。当然，本小姐的话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这要是真要谢的话，就按谢本上来呗。什么呀？你看，这个七仙女报答董永，白素贞报答许仙，织女报答牛郎，你举一反三，就照这解仨来呗。怎么做的？以身相许。我这么折腾的人，还不把你闹腾死啊？哎，巧了，我就愿意让你闹腾我。但我想闹腾的人是月轩。墨画，墨画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你别当真，我开玩笑呢。我知道，不可能喜欢上我。你说的对。我和月轩，就像我和你是一样的，我们就像两条永远不可能有交集的平行线。既然我不喜欢你，那他为什么要喜欢我呢？这么久以来，我为他付出的真的太多了，根本就不值得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喜欢了这么久，突然就想明白了。我们去骑车吧。不是，这唱哪出啊？我想通了，我要把月轩给忘了。我们骑车去。上次是我不仗义，害你摔得那么惨，所以公平起见，我们再来一次。那个，你没摔过，你不知道多可怕，那感觉太恐怖了。你反悔了？没有。这样吧，咱商量商量，折个中好不好？这次呢，就别闭眼了，太危险了，咱就感受一下这个速度的刺激。没必要冒险。行，史蒂文，把你心里所有的不愉快全都大声喊出来。好，准备好了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干嘛？别玩了，太危险了。放手。真的很危险。放手。完了完了，墨画，墨画，我来了，墨画，我来了，墨画。没摔着哪儿吧？你别碰我，谁让你刚才放手的？你看你摔着了，脾气还那么大。上次你玩我一回，这回扯平了。没事吧？你说。我每次老那么欺负你，你不会生我气吧？不会，只要你高兴，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真的？别动！这哪来一股风啊？哎呦！你自己站起来！哎呀！哎呦！我跟你说，我想通了。想通什么了？喜欢一个人真的太难忘记了，但纠缠毫无意义。我想像你这样坦坦荡荡，勇往直前，所以我要开始纠正错误，只关心再不强求。
是，那咱走吧，接下来的路也挺危险，咱别骑了，咱推着走啊，要不然一群人往里灌风。哎呀，走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保证两年之内吃掉郎里春。恐怕要辜负石老板一番美意了，顾某恕难从命。顾先生，你先别急着做决定。这拖家带口的，远离他乡的，都不容易。你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？老爷，你想吓死我？你又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，你慌什么？哎，老爷，你这手上拿的是什么呀？我一直怀疑的那个顾海棠，我终于查清楚了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来历。原来她就是顾顺奇的女儿啊。老爷，你查出这事对我们施家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如果她能够听我的话，那就是好事。否则……老爷，你千万别把事做得太绝。老爷，不要越陷越深，要积德行善。要知道，这人在做，天在看。难道让我坐以待毙吗？现在机会难得啊！我手上虽然握着当年顾顺奇留下来的这个秘方，但他却少了最关键的一页。如今既然能够找到顾海棠，那就有机会把它还原。只要我凑齐了全册，那将是朗思年永无翻身之日了。真的这么神奇？足以叫朗思年倾家荡产。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呀，也该轮轮庄了吧。老爷，你做事还得千万小心，别露了马脚啊。你这么做可是破釜沉舟，你有十足的把握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朗思年压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已经忍了这么久，就算陪他同归于尽，我也是赚了。老爷，你这哪是做生意，你这么做是害人害己呀！你为什么不能放下呢？何苦要这么苦苦相逼呢？那你以为顾海棠一家为什么来到昆阳呢？他是来置我于死地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我放了他们，就等于是为难我自己呀！如果我能够好好利用他，
或许是我扳倒朗思年最后的力气了。喂，收了钱就好。朗思年，你的死期竟要到了。哎，好，我知道了。郎里春在金银街那块店面，咱们得挪地方了。东家说，他准备租给别人。金银街是昆阳城最繁华的一条街，也是我们所有郎里春店铺里面最挣钱的一个店铺。但是我们在那条街里面给的租金已经算高的了，这他为什么不租给我们呢？那老板怎么说？他没有说出实情，他就说咱们的合约快到期了，下家出了三倍的租金租了那个店面。三倍？这么高的租金，这做什么才能把租金赚回来？谁又敢续租呢？肯用三倍租金抢咱们的铺，干出这种事情的人非施济州莫属。这个施济州还有完没完了？我们要是搬店铺的话，肯定会让郎里春品牌的信誉遭到影响，那要是不搬，就要无缘无故多交出三倍的租金。好，我们就搬。施济州他张大嘴，我们就敢管他饱。爹娘哥，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那个，看咱们样品的商户给咱们回信了。什么？爹，您是不是知道了？啊，行，那您知道了，正好我不用说了。我不知道，玉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干什么支支吾吾的？有话就讲啊。是这样的，娘，看了咱们样品的商户呢，对咱们的产品非常满意。下了大订单，而且还不止一家。有多大？大概有郎里春半年的流水。这么多啊？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人说马上就能付定金，而且让咱们赶快准备。哎，这下我们真的可以缓口气了。哎，郎里春这口气算是缓过来了，你这口气可能还没缓过来。你这话怎么说？你说还是我说？您说。这款口红呢，是月轩和顾海棠两个人一起琢磨的。正好市场有很大的缺口，咱们朗家又恰逢多事之秋，化妆品行业不景气，所以我支持月轩去试一试。但是你们的娘呢，对海棠有一些误会，所以我没将这件事情公开。我现在希望大家可以放下成见，帮郎里春度过这个难关。哼，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不想郎家好似的。不是娘，是我怕惹您生气。是，我是生气，但一事归一事，你爹说的也有道理，但这不等于我会改变对顾海棠的态度。对了，这份订单数量不小啊，玉轩，你要办得稳稳妥妥。您放心吧，爹，我就是不吃不喝，也一定把这件事情给做好。玉轩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好你坚强的后盾，把你所需要产品的原料都给你备齐了，你放心大胆的干。哥，这件事情啊，还真的有点着急，收货方希望时间越短越好。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嗯，爹娘，我先过去了。嗯。爹娘，那你们歇着，我也走了。嗯。啊。你看这两兄弟，好久都没有这么默契了，这回你可以放心了。但愿吧。哎呀，一下子能赚那么多钱，
说到钱，你又不恨海棠了？一事归一事。不过这笔钱真的能让我们松口气了。松什么气呀？沉住气。钱还没到自己兜里，还不是自己的钱。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？你没听月轩讲吗？人家追着咱们打定金呢。但愿吧。你呀，就是太谨慎了，总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要不朗家家业怎么传下来的呀？是，老爷说的都对。娘，娘，您坐，我给您倒茶。您喝茶。娘，我不是故意要瞒您的，我是实在不知道怎么跟您说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。你不自作主张，你就没这个本事。我知道你爹愿意支持你。那我不是怕惹您生气吗？您想啊，您一生气的话，您就睡不好觉，您睡不好觉呢就头疼，您要头疼了就顾不好家里的事儿了，家里要是乱套了，那我们在外面都干不好活了。所以惹您生气啊，我真是于心不忍呐。你就是嘴上会说。月轩，这件事本来我是真生气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你怎么就不长记性？每件事情都有轻重缓急之分，哪头轻哪头重，我分得清楚。一件事归一件事，不能所有事情都混在一起讲，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。知道了，谢谢娘理解。现在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紧张，我不怪你。但你跟顾海棠合作是合作，他帮忙是帮忙，他帮得上忙，娘会记得他的好。但如果你俩又扯在一起，我还是一百个不乐意。这话你明白吗？嗯。我是你娘，你看的是眼前，我看的是长远。你爹也是一样，要不是我悬崖勒马，我爹。我就是举个例子，回去吧。嗯，那您早点休息。嗯，别生气了。嗯。老少爷，货全齐了，麻烦您签个字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们送错了。不可能吧？我说送错了就送错了。这个油我也用不上，要退回去呢，你们还得折腾拉回去。这样吧，这里呢有一些钱，就当是你们的损失费。
算是一种愚笨，也相信有点可能，用尽所有力气完整，好弥补少一点的天分。是不是我太认真，对于爱情太虔诚，谁会陪你过完整一生。